财富投资速度是至性关键。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。现金孖展账户一键切换港币、美金、人民币灵活调度。系统优化界面清晰。全新升级版富亨通助你落盘快、狠、准。有富亨通投资路上倍轻松。富昌在线步步领先。早晨咁多位，今日8月29日，越嚟越近咧，就係、是、叫做八月、啊、交易天咧，冇乜幾多個啦。咁咧就同大家咧，今朝我諗大家都知啦，即係實在好忙啊，好多嘢講啊。點解啊？不如從時序講下先啦。星期五晚還好，啱啱太陽落山嗰時候，大家嗨到爆嘅嚇、啊，即係應該咁講，八九點都仲係 OK 嘅美股開市之前啊。恆生指數啊，夜期曾經一度飆到上去20,600+點，即係挨近我話喂唔得喎，20,700如果收復真係有機會啊，又升咯喎咁。20,600+點，當時升緊500+點，原因好簡單，中美審計嚇方面咧達成咗一啲共識，咁啊大家尊重啊嚇國際通行嘅做法嚇，攞啲審計嘅嚇判嚇，即係所謂底稿出嚟嚇，俾美國佬 audit 咁樣，咁啊市場憧憬中概股可以避過喺美國 delist 嘅風險嚇，咁啊即刻 bang 啦嚇，仲有美團出咗業績。美團第二季淨係純利啊，都已經賺20億，就遠優於預期嚇。咁啊，大家咧本身都預佢應該唔差，因為佢內需加上疫情封城，佢啊係受惠嗰個嚟嘅咁樣。一個中美審計，一個美團業績啊。美團業績之後啊，美團喺海外啊 pre-market 試過升11%嘅。結果 ADR 升4%左緊，可能轉頭都睇到。咁啊，谷咗恆生指數差夜期差啲上到20,700，哇！好景不常，美股開市初段，阿鮑威爾就喺啊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上表示。咁你睇我 Facebook 睇到噶啦嚇，點解平時又講呢啲，而家講呢啲，而家咁好反應呢？我都詳盡喺嗰個我自己個 Facebook 度去説明，就係話佢今次一嚟就同你講，平時我成日講經濟嘅，今次唔講。平時我轉彎抹角遊花園，今次唔轉，直接同你講，美國通脹2%係非常重要，我搞唔掂你哋都唔會好過，就係咁樣。你哋以為好痛苦咩？搞唔掂仲痛苦。於是乎需要一個 unusually large increase 喺個 rate 嗰度，市場即時預期9月佢唔會鬆手，係繼續加，而且應該都唔係50點子噶啦。現時75點子嘅機率咧，根據利率期貨顯示65%過外。啊 ，weekend 有冇升到？啊，大家仲要啊 follow up。咁甚至乎有啲已經講緊，哎呦加夠佢啦，一嚟啦咁樣，導致美股出現夾劇下跌，今次真係嚇股災格啦。點解啊？首先指數方面，道指跌1,008點，3%，納指從來就更加刺激，3.9%，啊 S&P 3.3%。咁你話一日跌咗夠咯咁樣？而家講到明就係話，鮑威爾唔會縮沙。嗱，我勸大家正視呢件事。雖然中間我都曾經同大家博過立指反彈又有進漲，但係如果佢唔係咁明確嘅話咧，還可以估下估下。佢今次連 data dependent 都冇講，佢冇話過要講經濟，佢冇話過要睇 CPI、GDP， 冇話過要睇non-farm payroll， 乜都冇講過。冇再話過要睇經濟數據，淨係話俾你聽 ，inflation target 2%，而家係幾多？大家知啊，8到問9個頭啊嚇。咁即係簡單講咧，
非啊達到目標咧，佢就不擇手段嘅。哇！呢樣嘢咧，大家自己去咀嚼下啦。即係同佢平時咧，平時我成日話佢即係唔係男人嚟嘅咁樣啊，淨係婆婆媽媽婆婆媽媽。今次大家自己咀嚼下，即係我自己咁睇啦。啊，似乎係有啲直接了當啊，有啲啊惡形惡相，真係要做嘢。明唔明啊？佢話：如果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咧，經濟係會 soft 咗落嚟，而大家係有 pain 嘅痛嘅。佢話：不過如果搞唔掂係 greater pain 啊，佢哋仲痛啊！明唔明啊？即係佢講得出知你痛，但係佢話搞唔掂你仲痛，其實已經簡單講，佢已經會真係做嘢嘅咯，係咪啊？仲講啊？所以咧呢樣嘢咧，你要正視同往事嘅不同，即係大家可能覺得，切咗唔係五啊七啊五噶啦，咁樣有咩咁不同？好，翻翻嚟，恆生指數暫時嚟個低開209點先，19960嚇，高位期貨喺206幾嘅時候，一嚟就穿翻咗20000。你問我究竟喂啊期貨到咗代唔代表就到咗咁啊？即係可以唔使再上啊？咁講真，如果背景條件不就嘅話，咁你可以點樣夾硬上啊，大佬？明唔明啊？而家啊，即係美股期貨一瞓醒啊，都仲係啊跌緊。雖然言之尚早，而家9:30，夜晚9:30佢先開市，係咪？但係大家自己嚇。看少少路嚇，報下咧啲牛熊街貨先，等大家都得個知字嚇。現時咧差唔多係50-50比，熊仔算多嚇。咁咧唔知係咪因為上個禮拜都嚇連續兩日啊，打風半日，跟手一日咧係連彈成1000咁滯，所以大家可能覺得哎 put 佢啦，熊佢啦咁樣。53係牛，47係熊啊，咁啊，即係其實都幾嚇平分春色嚇。不過下方咧啲牛咧要肥肥地咧，都要去到190-191嗰度，各800棍啊，800張嘅一棍啊，2棍 total。咁即係話單殺1000就殺1600張啊，期指相 equivalent 嘅牛證。上方最多新增係21100喎，嚇470張。咁啊，最重倉咧就係20400。不過講又係嗰句啦，唉，上個禮拜四打風嘅時候，講真啊，因為外圍嚇炒，佢都不能食你啲重牛。我當時話俾你聽，下方好多重牛，但係佢想食都食唔掂啦，為勢所逼啊，外圍做好，砰一聲益咗你啲牛。倒翻轉頭，咁你覺得而家外圍倒寫市，咁佢就可唔可以嗱？我冇話唔可以啊，大家 brainstorming 㗎嚇。外圍倒寫市，佢可唔可以為咗唉唔俾你啲熊仔賺錢而頂翻上20400點食你重熊之後，先至跟美股落咧？唉，我建議大家都係審慎啲，諗少啲嘢，真嘅。即係我只可以話俾大家聽。啊！日中波幅如何呢？老實難猜度，但我只想根據我3日以來咀嚼佢啊鮑威爾嘅説話啊，然之後反搓翻個結果出嚟，希望幫到大家，就係話俾大家聽呢一個強硬嘅態度啊個立場係必須要正視，係鮑威爾從來未試過好似而家咁似一個真男人。硬曬，明明即係平時係軟淋淋噶嘛，硬曬 ，OK， 好啦，睇翻啦，恆生指數啊低開209點啦，跟手咧而家睇翻咧嗰個叫做成交額榜上邊咧，就似乎都係紅，不過亦都咁講啦，因為中美審計係大利好啊，美團業績佢利好自己跟手，但係外圍。外圍如果你話跌200-300，老實真係唔需要咁多講啊。但係外圍成1000係有少少倒寫市啊，所以咧
一正一負呢，你見到股份不是說哇隻隻都半成，但是隻隻都一啊二啊有三咯，創科三咯，因為它是跟美股一同 in pace 的嘛，我不嬲都話係咪？佢不嬲都係噶啦，因為佢對住美國經濟噶嘛。跟住藥明啦嚇，蒙牛啦嚇就跌二啦，還可以啊睇得落手嘅，當然都要追追，但係點解冇嘅？美團啦，冇上榜，少有喎，大眼大睇過龍，真係冇美團喎，係咪未 update 啊？美團咁大隻嘢會唔上榜嘅咩？嗱，最底嗰只啊，成交額1300萬，美團唔通少過啊？咩啊？4億喎？咩啊？我真係睇咁都睇過龍啊！我對咩眼啊？咩啊？第一咪美團咯，第一巴巴死開啦，人哋4幾億美團啊！你3.7億排咩第一啊？嗱，你再睇多次，係咪我厭眼啊？4億喎，高開3.3喎，咁呢度做咩？阿巴巴即係阿巴巴做咩扮第一啊？係是但啦。總之換言之，即係話成個榜裏頭咧，係得一隻美團係可以零零舍舍升到3幾，但係你要諗喎。美股未倒寫詩之前呢，美團 pre-market 係升緊11個噃，而家升3，開市添。哎呀，佢有廣告啊，答問題啊，我知道大家好緊張，轉頭答問題。翻翻嚟節目時間，恆生指數頭先低開209，啊，而家就跌229，咁咧暫時咧仍然歧視美團，其實咁奇怪嘅喐緊，即係如果你話嗰一下 slap shot 嚇 miss 咗，唔出奇啊，喐緊都仲係要當佢冇到，定還是下面唔喐嘅喂？奇怪，好。喐緊㗎啦，美團都要跌，升幅收窄啦。我懷疑下面冇喐，搞笑嗱，因為呢只嚇97.43係咯，啫唔知啊。咁啊，總之啦嚇，其實跌就黐咗啊，即係今日嘅跌市啊，可能反應唔切。好，答下大家問題先嚇。Good morning 啊 ，Good morning 咁多位。1797是一隻叻嘢嚟嘅，今早頭先高開14，而家暫時8，咁啊新東方在線，大家知道擾擾地啦嚇，咁啊剛剛 weekend 前出咗業績啦，我諗業績大家個亮點梗係擺喺究竟嗰個所謂直播教英用英文嚟帶貨，雙語帶貨究竟係咪開拓出一條嚇血路咁樣？因為就算你今次半年績啊唔血路都好啦，佢都會預期。只要你找到啊條金鎖匙的話咧，下半年都血路都得㗎咁樣。新東方在線1797全年虧損收窄㗎嚇，啊，雖然仲輸緊5億，其實都唔係咩光彩，但係係收窄嚇，啊，因為上年度係輸16億嘅，而家輸5億，你話幾叻仔咧嚇，啊？真係，當完先啦。咁但係又咁講啦，你都睇到啊。咁輸就係輸，輸多輸少都係輸，所以你見咧高開14，而家縮翻一半啊，變咗7。咁而形象上，大家知道我想講咩噶啦？高開低走咪大陰足咯啊！睇下啊，咁啊開出啊低開啊，高開低走大陰足。咁啊當然啦，仍然明確地突破咗過去兩個月嘅橫行區嚇，即係as of而家唔知道。因為陣間你唔知道嚇個市越嚟越陰或者佢越嚟越陰，陣間懟翻落去突破失敗就樣衰嚇，所以唔好急住先嚇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，即係阿睇1797阿 Judy 話追唔追？首先第一咩好咩質地先嚇？首先個質地已經令到我對佢嚟講追唔追咧都打個折扣。第二就係話，我覺得咧高開低走陰足都唔好亂搞嚇。1024快手可唔可以 update 下走勢 ？Emilio 嚇，如果我冇記錯，你應該係做淡過佢嘅，做淡過啦。唔知道你仲有冇揸住啦？
update 走勢嗱，其實好簡單，中間當然有陽燭會嚇親人嚇，即係淡嘅話，亦都有陰燭又氹翻人。咁其實就做乜嘢啊？當然中間遇到高槓桿啊，又貼打靶架嚇，唔知你紅定 put 啦嚇。就會緊張，人之常情。但是如果退後半步望翻幅圖，變乏靚啊，根本弱勢圖啦。你由之前嚇多頭均線變成死亡交叉，盡在八月初，跟住打開一個空頭，咁真係賺唔落啦啩嚇。暫時嚟講震盪下跌，中間兩個支持位，一個係794。79.4，一個係77.9，暫時全部失嘅，咁所以可以用嗰啲位嚟到做止淡啦。但係而家係順住向下推啦。恆生指數跌幅暫時收窄啲啊，去到唔夠200點，暫時只係跌緊180點左近啊。388可唔可以 put 嗱？如果中美搞掂嘅審計，當然其實首先俾自己天真半秒先。假設真心相信一天光曬啦，中美搞掂個審計，美國佬嚟 check 底稿啊，隔離3+4，跟住咧啊，真係可以做埋個 audit 啦嚇，然之後非常滿意，大家開心嘅話咧，咁就唔需要喺美國 delist 啦啊，咁唔需要喺美國 delist 都有兩個結果，第一就係安然無恙嚇，乜嘢都唔使做；第二就係好似國壽嚇及相關嚇五家國企咁，你我而家係我走，唔係你趕走我，係我自己劈炮唔撈咁樣，即係有啲國企係好型啊嘛，你冇趕你走，但係我自己走啊咁樣，就走咗啦咁樣，咁你難保喂？有啲你知道啦，呢個世界興表忠噶嘛，人哋唔逼你，你都要表噶嘛。好啦，咁你會明白，喂，阿李嗰啲不嬲都即係阿爺眼中釘噶啦。啊，咁而家俾你留低喺美國，你留唔留啊？嗱，跟住阿爺就同你講，嗱，我冇逼你噶，你自己選擇啊，好自由啊。咁阿李梗係自己縮頭烏龜咁心諗得，啊，冇人逼我，係我自己走。唔知噶嘛，冇人話中美搞掂嗰啲人就真係會留得低嘅喎，或者願意留低嘅喎，可能佢主動走咧，唔知。咁所以呢樣嘢係幾影響388，究竟有冇中概股回流啊？不過我只可以話俾你聽，紅市成交低 ，IPO 唔暢旺，然之後仲要講緊中概都唔知係咪真係嚇會嚇嚟定唔嚟嘅時候，一句講曬。三個利淡加一個不確定性，其實都係冇咩利好，所以你問可唔可以 put， 我話可以啊 ，put 啦。講真的，真係怕佢有牙咩？喺一個熊市裏頭，唔通真係驚只交易所會砰砰聲升咩？交易所喎，市場喎，其實交易所咪市場，市場咪交易所咯。咁我只係覺得 put 咯。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下方咧呢啲大概320呢啲，即係321嗰啲鐵底嚟噶嚇，一重、兩重、三重、四重、五重噶，兩面印啦嚇，一個就可以話鐵底嚟噶，五次都唔穿；第二個説法就係話穿咗你就死，穿咗咧鐵頂啊，明唔明啊？好啊，1910可唔可以買？講真啦。在市道不好裏頭其實就冇乜嘢需要買嘅，因為就算美團出咗好業績，你覺得佢會幫你升好多咩？唔升得多之餘，仲要擔驚受怕。你覺得如果恆生指數，譬如當然而家唔算嘅多，暫時徘徊200點跌幅。如果道指日日跌成千嚇900咁，但係然之後到啊恆生指數俾佢狂向下拉，咁你覺得你只美團可以逆水行舟？有咁嘅必要去搏咩咁樣？1910唔買咧，有貨嘅話留意喎。咁大個裂口，如果咧都要穿翻咧18.84，嗱佢而家黐實啦，18.62，其實差毫幾兩毫又唔會太差得遠。但係你要小心，佢有個意願，如果係落翻嚟啊，成支陽燭冇曬咧，咁佢真係佢唔會變成跌浪，但係佢會變翻橫行咯。佢隨時要試翻18㗎嚇。3134有冇壞消息啊？嚇，仲可唔可以留低？壞消息其實就係即係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啊，大家都見到就 A 股嗰啲新能源光伏股退潮，
整體。內地啲股民輸好多啊！上個禮拜你睇下啲 A 股新聞啊，有時嚇上個禮拜嗰啲光伏新能源直情係傾瀉啊！3320啊，咁啊呢只嚇華潤醫藥買唔買咧？又係頭先嗰句咯，有咩係必要買嘅咧？啊，喺一個咁衰嘅市況裏面，逆水行舟係咪真係咁大嘅勝算呢？恒生指數而家跌幅暫時收窄，頭先120幾，而家140幾，暫時重拾翻嗰個20000點大關嚇。7568啊，納指反向，即係簡單做淡嘅納指。咁睇下而家納指啊啲嘅反向係升緊10%，冇他嘅。上個禮拜五升個市跌3.9，咁你當佢4，咁即係話呢邊要升翻8，而而家日頭白尾期再跌緊1，咁即係跌嚇呢邊升2，咁即係8+2咪齊頭10咯。咁啊睇啦，睇住啊，睇住啊，嚇咁啊暫時勢頭上面咧啊做淡就啱嘅，啱嘅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咧。有貨怎做好啊 ？keep 啊，唔好咁快食啊，因為鮑威爾今次像個男人，明唔明？真㗎，即係你可能啦，喺過去呢段日子裏面，有時大家都會覺得，做淡不宜啊，因為有得彈啊，而且有時好多時個市都信咧，聯儲局會縮沙，但係咧。我冇話我絕對啱，總之你睇翻我 study 咗嘅嘢嚇，寫咗喺 Facebook 上面，你自己去認真咁樣去咀嚼一下，究竟我講得啱唔啱？究竟佢今次係咪真係三幅皮講嚟講去嗰啲嘢，定還是喺個語氣態度、字眼上面真心斬釘切鐵硬起來？你自己去諗啊！即係我覺得 keep 住無妨。兩倍啫嘛，老實又唔會跌得死人嘅。雖然賺都唔會賺死兩倍，但係個問題買個保險。2269紅 keep 唔 keep？ 咁啊 keep 啦，2269。我都話市差生物科技同埋科技都係唔係咁就噶啦咁樣。咁啊而家你喂企翻70喎咁樣，主要嗰個頸線位就6955啦嚇，繼續大家望實呢個位置啦，6955。咁啊留意住，咁但係個情況在於睇住啦，睇下個市又如何互動嘅。我覺得照 keep 住先，當然我係冇問過你啊，咩槓桿咩打靶位嗰啲嚇風險治理啊嚇，我只係陳述我對於。睇淡若明，我覺得冇問題。包踢同踢根本個市就唔會走。1910頭先講過㗎啦，我18蚊有貨點部署啊！我純粹俾一個點子你，就係呢一個裂口，企到樓上嘅話有佢放止要，企唔到嘅話落翻嚟補裂口就係18，咁你就即係賺過，但係冇走就變成雲吉。咁啊，自己諗下啦嚇。恆生指數暫時啊繼續跌嚇，百六點阻緊啦。又試下睇下我啊呢個有冇失靈先嚇。Hi， 敲下佢。暫時係咁啊，會唔會撳一下呢個會醒神啲？搞笑啊咁啊！嘿，醒啊，真係醒醒咗，美團終於係排翻第一啦。OK， 跟住第二啊，國企 ETF 嚇，咁啊原來都仲哇得翻5啫噃嚇，頭先升14嘅新東方在線雙語大貨啊，咁啊創科跌喎，都唔算跌喎，金嘅跌4啫，啊咁啊試下睇下嚇今日升幅跌幅榜先，睇下冇啲熟口熟面耳熟能詳嘅先，升幅榜。都冇咧，都唔知咩嚟嘅，全部都嚇咁。跟住咧，跌幅榜60%服務跌13%，康熙諾跌13%。康熙諾好似，如果我冇記錯，佢係咪啊？佢唔係俾人告嗰間，因為嚇而家啲疫苗商啊告嚟告去啊嘛。
哦，咁啊，康熙諾咧就下調 A 股嘅回購價格，咁啊，即係話憧憬啊細咗咁樣。嗰啲疫苗商告嚟告去嗰啲嘢唔得閒講啊嚇，反正我都唔中意嗰啲新冠相關嗰啲股啊。好啦，咁啊跟住世茂服務，即係龍湖，又即係繼續死呢啲咯。上個交易日升七，而家跌翻七，一對擋曬啦嚇，內房。即係滾鬼神，係咁多睇埋只3001，今日賺定蝕先，我冇貨㗎嚇，即係純粹八卦咋。呢個都係內房好嘅，即係信心上面恢復當中，但係講真真係搏唔落手啊，太過火中取栗啦。恆指又跌翻近200點啊嚇，頭先一度試過收窄去到102點跌幅，又收復。20,000點，而家又失啊20,000點啊！總之唔好諗住咁好啊！咁啊，可能頭先 fake 一 fake 你，等你啲友覺得誒、跌唔落，快啲追，最好唔好做啲咁嘢。睇半日先啦，半日再同大家 update 嚇。轉頭11:45再見，拜拜。